哎，今天下午你跟刘畊宏爸爸过得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真挺好吗？对。因为你们俩都是男子汉。我还帮他们。你那么棒啊！他们要杀我，我帮他们抬木枝了。你太能干了，你不愧是你爸爸的好儿子，真特别棒。我老是逗，老是逗他玩，说这次你可能踩不断，然后就踩断了。然后还有。奈奈和村长的对话是奈奈听不懂村长，奈奈和啊不是村长和恩恒的对话是村长听不懂恩恒，你在说什么？搞笑吧？太搞笑了，而且畊宏爸爸呀一定夸你来着。他说小泡芙都可以走那么长的路。你喜欢小泡芙吗？我还亲过奈奈、小山竹他们。都因为你都喜欢他们是不是？全都请一遍。那但是他男生没有请啊。哦，是你这个是谁教你的？就我爸爸说女生优先。对 ，OK， 那咱们现在开始回答问题了，好不好？村长是个聊不下去了。你知道我们中国有多少个民族吗？不知道。就是其实不同的民族是可以生活在一个国家里的。我们中国是一个民族特别多的国家，我们有56个民族。56个耶，很多的。你数到56吗？我可以数到56，但是那数一个，但是半，那是。你说小牛，你是不是吃饱了呀？他不会说我。但是我要学他叫妹。可以啊，我们一起学啊。一二三，妹。爸爸，走，我们去帮他们去。坐帐篷。对。好，走。带着牛一起去吧。带着牛一起去。我听说过遛狗，我没听说过遛牛，你知道吗？